就是未来。时代哈基凯，别搞啊！哈基凯，扎不了组吧？哈基凯，我操，看到没有？我就感觉他这把要咬我去帮他，还好我这波杀得够快，不然我肯定要被他害死了。我这波要是把对面永恩杀慢一点，他进别人野区，永恩先去，我是不是又厉害了？哇，不要啊 ！OK， 对面中野都没闪，可以，哈基凯，这波配合得很好。这波不能再打了，这波永恩有踢，我一定要早点回家，不然我这波杀了他跟没杀一样。这波一定要直接逼啊！这波一定要直接逼。永恩上波死了，他没交踢的，因为那个兵线不需要。这波不逼的话没机会，带着点火，不带点火杀不了他。这英雄你这么带天赋，你不带点火拿他没办法。Slain.
好弱啊！哎，漂亮，我操，帅！哎，可以，没那么难受了。这波线还不如直接帮我推的好。 打到后面不好打，不要看尤恩现在零杠伤，他就要有两件装备，以后乱砍你的。他破败出来是一波很强的时候，这把真不好赢。路人局的那没几个玩的好，这把真的很难赢。 他要逼给他逼，他不要，打断，他逼的。我的话语就是真理。其实真的玩不明白这个。有耐心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。 专家标配，主人英雄。精准是唯一重点。路人局玩那，这不如玩，真不如玩个石头人。因为这英雄很难玩，这英雄不是单双好用的，这英雄撞可真不行，适合灵活跟菜。 慢慢来吧，看他打团能不能混一下。主要是这个东西后面带线管不了，对面后期带线太强，我带的是点火，没法去跟他们带。这把节奏要快，把不能拖，把拖到后面打不了。 有些人穷的只能。
加油啊，哈基凯 ！Nice， 漂亮！哈基凯把他换了就还行。从不跟风，一心自由奔腾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中路丢了个保龄球，肯定不在我们野区。阿英很肥啊，我也很肥，这把得稳一点。我跟开影不死，这把就还 OK。只要我跟他各死一次，这把就难打。清干影现在管不了。嘿，醒醒！为什么不守一下下路啊？帅台哈基凯，他抬不到，留不住，抬到就得。可以啊，这把哈基凯比大部分凯影强很多倍啊，这把的哈基凯。把德哈基凯非常的耐。我超越时代，无人不及。好的，你不要这么耐心。稳住，我们等待。
不过他，拉倒吧。那神这波就跟他打一打，那神够呛。我是小心，别乱了节奏。最喜欢的环节，发现这个永恩狗是王子，这把四个王子，这把不能输啊，这把输了少分，上了平常高的。谁都知道人非圣贤，可我说的话没有忘的风险。要杀，想杀先杀莉莉亚，莉莉亚的位置有点差。哎，刚才杀 EJ 可能才是最对的选择。刚才杀 EJ 可能才是正确选择。好肉啊！一套半血要打两套。我擦，他怎么这么肉啊？装备，莉莉亚的血量跟抗性要比别的英雄高吗？这个装备一套只能打半血，他还没魔抗，妈的！这永恩狗很能刷呀，零杠三补刀没落。不能让他混起来。还有谁来挑战？从头再来一次，我要。哎，算了，来不了。将会更加多变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稍等一下, 我先得搞清楚,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，阿道塔，这波不阿道伤害不够，阿道把他盾弓打出来加一下巫妖的平，刚好，刚刚好一多一滴，不多，一滴不少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 这个 W 杀了，这个 W 就杀了，这个W就杀了，这个W就杀了。小龙吧，把线处理一下，把线处理一下。那永恩觉得这里有意义，可以烧一下，不会死。 哈基凯。